哇！你都扯住走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愚人推介频道，我阿火。细个听个广告，成日都话打波先嚟落雨，讲到好似落雨乜都唔做得咁样。不过落雨唔可以打波嘅咩？相信好多朋友都同我哋一样，落雨系唔会影响到我哋出海嘅心情嘅。不过行雷落雨，梗系揾啲安全啲嘅地方嚟钓鱼啦。狂风暴雨嘅日子最好就上鱼排噶啦。落雨嘅时候就可以匿埋喺个屋入边，喺个笼边度钓泥掹。啲泥巴食你系好蛊惑嘅，最好用手撕单勾掉啦。跪拜钓鱼吧！哇，咁快又中啦！依期啲泥巴钓出上嚟都大过手板，又肥又大条，两条够一碟啊！喺啲最细支嘅矿泉水摆落去，哇！依条都大条喎。泥掹刺有毒，解嘅时候最好都用毛巾包住佢再解。呢条泥掹个 size 同我着嗰只七号 cos 差唔多大，够晒顶人啊！当落完雨之后，我哋又可以出去钓下乌头。应该好大条啊！条之前有网友留言，究竟点样可以睇到啲乌头？今次指俾大家睇下，睇下大家睇唔睇到啦。只要你个浮波可以掟到去鱼群度，基本上佢都会掹干噶啦。你自己捞。跟嚟重真唔好多。哇，到啦到啦，个波到啦。自己捞得啦。睇钱方球啊！我捞啲钱仲唔紧要，唔使你除啦呢个。讲呢啲，讲呢啲，咁难捞嘅？搞得埋得仔啊嘛！大家帮手，帮手开声。根本上冇人喐过。都唔细喎，呢条几大条？之前有网友都问我。除了臘魚和烏頭之外，有沒有其他魚釣啊？其實就還有很多玩法的，今天就教大家用手釣竿來釣黃魚啦。想釣黃魚的朋友可以帶支12尺或者15尺的手釣竿。我們先在竿頭上綁好條魚絲，魚絲的長度和支竿的長度一樣就可以了。中意用浮针的朋友可以用浮针，我今天会教大家绑一个七星浮标的钓组，将这些细细粒的浮标全部穿晒落条鱼丝度，穿五粒六粒都可以的，重点是穿浮标要浮得起在水面度，然后在个钓组度绑两个小的泥巴钩，然后在个钓组度加粒好细粒的夹圆就可以噶啦。鱼鳞方面就紧要啦，我哋会用棉花嚟去做鳞，即是我哋平时用嚟清洁用的棉花。个钓法就非常之简单，用浮标嚟调校口鲤嘅深度，口鲤就整到有咁细得咁细，再细啲，再细啲，再细啲，都系咁多多，试下啦。我而家调校嘅灵敏度系三粒浮之浮，三粒浮之沉，见啲浮子有少少动静都可以戳噶啦。哇！哎呀，喂喂喂喂！喂喂喂喂！哇，条大条啊，黄鱼喎、啊，猫嗱猫喺卖10蚊啊，呢条10蚊定15蚊嚟噶。好多朋友就系用呢啲黄鱼嚟钓马友噶啦。如果钓马友旺季嘅时候买唔到鱼鲤，可以考虑嚟三门仔钓翻啲鱼鲤啊。不过点样养生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。唔使钓啦。我钓到中意钓大。系啊，好细力嘅，好难。哎呦！有时打龟打到怀疑人生的时候，玩下呢啲鱼仔都挺好玩噶。哇！你都扯住走，都大条啊，条条都。唔可以过百啊！你啊，通常点煮啊？黄鱼？黄鱼腌嗱，嗰啲盐子啲腌佢咧。吓！一定要炸，煎或者炸。佢啲骨多啊，嗬？要煎或者炸。炸脆佢。可能落雨嘅关系，收获就唔系好多，不过都够食几餐嘅。条啊，四条啊。如果你唔放佢嗱，有噶啦，交俾妈妈搞。就算唔系咁。
今次我哋会参考鱼排嗰叔叔讲个方法，整一个黑椒脆炸黄鱼。做法非常之简单，黄鱼先打轮同去除内脏，然后用粗盐腌一个钟。这个方法可以吸收鱼身上的水分，令到啲肉再结实啲。啲盐搽匀匀之后，就可以将啲鱼放埋一边，柠檬叶去除中间嘅盐墨。然后将叶片切丝，红辣椒去籽切丝。如果食得辣嘅朋友可以保留啲辣椒籽嘅，不过屋企啲小朋友全部唔食得辣，所以我就唔要啦。红葱头切片，蒜头亦都系切片嘅，三茶匙嘅黑椒同一茶匙嘅白胡椒放入石扣边磨碎，圆粒嘅黑椒同埋白胡椒磨碎系特别香嘅。炸粉嘅比例，生粉同面粉系1:1。今次嘅鱼唔多，每样三羹就够啦。用个筛夹夹啲粉，然后搅匀佢。喺炸之前，先将鱼身上嘅盐抹咗佢，然后再泼一泼粉。如果唔想炸鱼嘅时候有油弹出嚟，记得将只鱼眼吉穿佢。落油之前记得用纸抹干个镬，如果唔系弹油弹都飞起噶。我哋先倒入半支嘅生油，用木筷子试试啲油温。当你见到筷子有泡走出嚟，咁你就可以落鱼炸啦。我哋用中火慢慢炸3分钟。条鱼炸到金黄色就可以攞出嚟啦。炸好晒所有鱼之后，我哋将油温推高到180度，然后再翻炸30秒。咁样可以令到啲鱼更加脆口。炸完鱼之后，我哋可以做最后一个步骤啦。我哋将黑胡椒同白胡椒碎落镬爆香，然后我哋再放入蒜片、红葱丝、辣椒丝同埋柠檬叶，用慢火炒到佢有香味之后，就可以将炸好嘅鱼放落去。因为而家啲鱼炸到好脆，所以炒嘅时唔好太大力，如果唔系啲鱼散晒就唔靓噶啦。完成之后就可以上碟摆盘啦。食得啦喂，食得啦喂，一定系细，一定系细。但冇咁多骨啊嘛，唔系咩？因为呢啲黄鱼咧好多骨噶。是要炸到佢好脆，咁先可以。我有條大嘅，條尾食唔得噶？嚇，得，成條都可以咬啊！成條都食得啊！好脆啊！啲胡椒好香。係啊，一定要係炸到佢透曬先得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啲骨咧好難攣，所以細條其實係啊，太多骨啊。其實有啲似多春魚喎，有啲似多春魚係啦，一定要炸到佢脆曬。好香，好野味喎！喂，原來個頭，系啊，個頭咧最好食。你睇到咧，嗱，幾多骨，成嚿嘢都係骨啊！如果唔夠脆咧，啲骨咧好容易會吉親啊，所以一定要炸到佢脆卜卜，炸透曬先得。都好食喎！啲唔係，因為嗰度有個叔叔喺個魚排度，佢全日專嚟釣黃魚啊，佢好好食喎。唔係喎，佢真係好食喎，咁樣整。或者似豬唔嚟掹。係啊，啲似豬唔嚟掹，但係啲味又唔似咯。係啊。原來最好食個魚頭。係咩？我未食過。因為咬佢脆㗎，個魚頭冇得輸啊。
同埋好野味咯。好野味咯。好似豬唔嚟翻。系啊。嗰個食法。正啊！一條魚又送一碗飯，咁我一餐啦。啲肉幾好味。好，正喎。